别绕口令，来。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、栗鲤鱼、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、土家族自治都爱喝刘奶奶自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，碰到了别着喇叭的哑巴，打白腰子山前四十四棵死色柿子树的四十四只死柿子之后，碰到了年年恋刘娘的牛郎，念着灰黑化肥挥发发灰灰挥发去医院就医。我每天坐着骨质疏松症司机孙师傅的车，吃着不吐葡萄皮的葡萄去山前四十四棵死色柿子树下面，去今年六十六岁超选说废话有花化肥六六六的学校，一起去看全校生画红凤凰在粉红墙上，并跟他们一起嘟巴了个摆了个标了个冰了个奔了个北了个坡。众角儿嘴有多利索。第一段，我跟你真说一绝的，我跟你说，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没这，哎，我这可是典故。孔子想上那空树里头避雨去，这叫空树藏孔、哦、啊。孔子进空树里避雨去了，孔进空树啊，空树孔，空树里有孔子了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。雨过天晴不下了，孔子从空树里出来了，孔出空树啊，空树空，空树里没有孔子了，空树空了、啊、这就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空。师傅师傅师傅，是岁数大了，岁数大是是是、嗯、我以后一定不惹您生气。第二段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说怕啥呀怕啥呀，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前流着一条河，弟弟说白白的鹅，哥哥说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马路碰见人咬狗，狗说阿里给阿里给。第三段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一遍了。不行不行，太慢，连起着说呀，一口气一口气二十遍。吃不得不得不得别人，不得不得大得不得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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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段，孟加拉、印度、加尔各答、孟买、新德里、过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安卡拉、过黑海到乌克兰、莫斯科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罗的海到芬兰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、柏林、波兰、华沙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布达佩斯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爱尔兰，这样可以了。第五段，枪可有讲究，什么讲啊？七尺为枪，齐眉为棍，大枪一丈零八寸、嗯、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小一寸巧，我哥哥要扎这么一趟六合枪。所谓六合枪，分内三合外三合，内三合心气胆，外三合手脚眼，言语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合，有赞为证。说一扎眉头，二响心，三扎七度四撩阴，五扎科气六尖角，七扎肩颈左右分，扎着围枪，拴着围棒，前把围枪，后把围舵，大杆子站六个字，哪六个字？崩巴呀，带挑战。第六段，打南边来了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，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了塔嘛，喇嘛要拿塔嘛换，腰里别着哑巴喇叭，腰里别喇叭，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了塔嘛，喇嘛塔嘛，提了塔嘛，喇嘛急了，拿塔嘛打了腰里别喇叭，哑巴一塔嘛别喇叭。抖音。